我的胆已经吓破了，而且刚刚那颗球破了。我们现在退赛还来得及吗？我的天哪！不是。 跟你打球得付出生命的危险啊！这样，我们跳过中间那些有的没的过场，直接拿最后的那个，直接12号名。这不就是我家跪的搓衣板吗？这怎么可能打得碎？大哥，今天你要是把他打碎，小区反手王的位置实至名归。 这是人吗？完美，这是人吗？这个速度真的太惊人了。这个，各位只是今天的开胃菜，只是一个代表。它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各位往那边看。能力展示三，旋转圆盘。在场地中安放可旋转圆盘，一名终结者队队员被固定于圆盘，并在身体四周放置气球。在圆盘旋转过程中，林丹需将气球逐个击破，以此展示他的击球准度和快速反应能力。这不是自杀式的行为吗？ 这种事情真的只有贾乃亮做得到哎！ What？ 好，太伟大了，真的。好，来，一鞠躬，一鞠躬。好，再鞠躬，再鞠躬。都是我的兄弟，是。作为你们的大哥，是。我先走一步。这样，我帮你放宽心，你放宽心。 现在，假如你只留下最后一句话，你是要说给小鹿还是说给甜心？露露，甜心，看来你不会再有一个弟弟了，我们也不会有二胎了。 亮亮，有护具，你看，有护具，你看。这个是为了保证，为了保证有弟弟。我觉得啊，挡不挡脸都不重要，这就够了。何老师，我从来没想过我浩南会有今天。我知道，因为你是假的。什么？我只有浩南，就是我陈浩南。 大哥，我可是天天看你比赛的啊！我真的很崇拜你的，但是呢，假扮我就是我自己，我是乃亮，刚才那一切都已成过往云烟，好不好？ You， 知道我是谁吗？咱们既往不咎，好不好？都是为了节目效果，我其实不想学浩南的。这玩意混蛋，还的。我很开心，这一生。